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好像撞到他了。怎么开的车呀？啊、你看，真的是这么宽的路，偏要往边上走。哇，不好意思，我看到你了，然后我靠边想停车的，我没想到这一滩水。你看到我在这，为什么还要往边上开？阿乐哥，对，是我呀，哦，真的不好意思呀，我没看着这滩水，真的。怎么是你啊？我就是今天我过来找你的，然后叔叔说你在这边放羊，我去叫你，你没在吗？我说我就过来这边找你了。叔叔说你在这边放羊。好吧，你看到我在边上还有。真不好意思啊，还往边上开啊？有没有碰到你啊？没有，碰是没碰到，就全是泥巴了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你看我弄一给你弄一身泥。没事没事，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嗯，然后你知道我今天下来干什么的吗？你是来拿你那个手表的，是不是？在这上面吗？在，我给你包起来了。那天你洗菜的时候，好像被你放在那洗衣机上面就。我就是上来找一下，我就说看有没有在这边，然后今天上来顺便来看看你。嗯，在这边的。哦，在就没事。嗯，那我去看一下我的羊，然后我就回去给你拿。羊在哪里啊？下面。在那下面吗？对，我在这里看羊。我可以跟你一起过去看一下吗？那可以。我去顺便看看风景。看一下羊在哪里，给大家放好。哎呦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你看把你身衣服上、脸上弄的全是泥巴，真的。脸上有吗？脸上也有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真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我去洗一下就好了。嗯，那走吧。这些都是你们的羊了吗？都是我们放的羊。哦，你放的羊。对。你一个人难道要放那么多只吗？你看这漫山遍野都是羊。也有别人家的，就是混在一起放的嘛。哦，就是一起合着一起放的是吧？对对。哎呦，地上都是湿的，因为昨天晚上下过雨。没事没事，都这样子可以做吗？你这样子垫着做吗？那行行，来吧。哇，你们这的风景啊，真的是跟画里面一样啊。可以。太好了。不然的话，你们也不会过来玩。嗯，也是哈。就是因为这边的风景好，所以我才过来玩的嘛。我看你就是，我把你全都弄就打湿了，会感冒，要不回去把衣服换了吧。放羊的表其实无所谓，我就是怕你感冒了。没事，羊现在放在网上来收就可以了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嗯，那行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对了，就是今天你得坐我车下去了吧？我今天也全是泥巴了。哎呦，其实泥不泥巴的有什么重要吗？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认识，对不对？你下次的话，我心里就有点愧疚了。你这次就一定要坐车了。不要说就是弄脏的事，你就算是弄脏了，去洗一下车有多大的事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就不要走路了。如果你今天要走路的话，我也不开车，我就把车放这，我们走。你走，那你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那就坐车你，行不行？走吧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就不要担心这些小问题了。哎，阿乐哥。哎。就是这个是你上次落在这里的手表。你还用丝巾包起来了呀？哦，就是它，就是这是我的，没坏，没事，没事，没坏，坏不了。那个，你坐着，然后去给你做饭吃啊。就是这样的，饭就不吃了，我其他还有事情，今天，对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十一。哦，你在这里啊？就是我给你们买了点东西。没买什么。哦呦，好了。你来就好了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没有，就是上次给你钱你也不要，挺不好意思，然后我这次随便给你买一点米和油这些。你上次就随便吃个家常便饭而已，你买这么多，搞得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，这是个小问题，没事的啊。以后来的话就别买东西了。行，没事，这是个小问题。你坐下。你家的蜡烛是真的肥啊，哦，还那么大。对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对了，我怎么只看见你一个人在家？你老公怎么没跟你一起啊？你老公呢？还没结婚。哦，你还没结婚啊？我以为你都结婚了呢。没有。你们这边的女孩子都不是结婚挺早的吗？我是个例外。哦，是个例外，是吧？那是
十一，要不这样吧，那我就不做了，我先上去了。我都在做饭了，你吃了再走吧。饭就不吃了，我其他还有事情，今天比较忙，所以说饭就不吃了。很快的，我不是我今天确实还有事，然后等下次如果还有时间了，有空的话再吃吧，行不行？那我就先走了。那我送你。不，你留步，不用送，不用送。你不用送了，不用送，没事。行，你就送到这里吧，我就先下去了。那你开车慢一点。好，谢谢，那你先忙吧，你就先。拜拜，再见。我说时间你慢些走，有些我。